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介绍的是吸烟指环。可以看到，它这边它的形状是有手，然后它是可以调节的。两边它分为两款颜色，第一种是银色，第二种是金色。我们可以根据买家他的需求来定制这款产品。这是我戴上去的一个效果。可以看到啊，它是这样的，它这里是可以调节的。每当我们的一个好友或者亲戚过生日时，我们也可以当成它这个礼品去送给别人。采用的材质也是由黄色组成的啊，效果非常的好啊。它是由黄铜制作而成，也可以根据买家的一个需求去进行定制，它这个指环也是可以调节的。